嗯，好嘞，是28啊。嗯。这个14块钱。这位徐州的大哥在我们这边做工地的，基本上每天都过来买菜。这个要不要热一下子？要啥？啊，老弟。拿要不要放？要。大哥又从老板娘那边称了点花生米，留着下酒。这是四啊，总共18块钱了。18。哎呀，你别。大哥真是机智，下面的话让我意想不到。少二百人牛啊，在那俩菜了。大哥少放老板，再给你10块钱行吗？哪一菜都是少放点啊。微信生产18元。老哥，别了，别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回家过年的？看看下雨了。看看下雨。下雨不能干的，再找回去。多干点，多挣点钱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幸福的生活，我是农民工，我很快。